到贵州了，能够亲眼看到这么多原作，觉得大饱眼福。像这组《但丁神曲》是原作，而且呢这么多这么丰富，每一幅都很精彩，而且那个耐人寻味，可以慢慢的品。这个只有在看到原作的时候才能感受这么多。如果是在像以前我们看画册、看印刷品，那个看不到的。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啊，是真的是非常有意义。